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帮你办到。你要跟我说这什么事，什么事都行。哎呀，只要不伤害你，那肯定不伤害你。我想组织一些疗伤会，也有疗伤经验。哎，老弟哥，爸爸。至于说哪方面，啊，张少爷，叫文文吗？啊，那就方便了。怎么说？你别跟我说重要，我这两年是一起的。哎，你们兄弟和我二弟夫妻素昧平生，却仗义相助，你就是。